民国名本绝版老照片，张乐怡清丽典雅，盛熙小姐心高气傲。张乐怡是富商张谋之侄女，容貌清丽，气质典雅，虽没有盛熙小姐出身高贵，但是她的美貌和气质却丝毫不输于名媛盛爱怡。图为宋子文和张乐怡的婚纱照。盛爱怡盛熙小姐是旧上海第一豪门的名媛盛宣怀的妻女儿，自幼聪明伶俐，见多识广，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精通英文，能画善绣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盛熙小姐虽心高气傲，却苦苦等待宋子文七年，宋子文最终还是娶了年轻貌美的张乐怡。至此，宋子文和盛熙小姐才子佳人的故事彻底落幕。郑念出生名门，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，凭借优越的家世、精致的容貌、优雅的气质，引得当时官宦子弟的追求。然而这位人美心更强的绝代佳人，后来嫁给了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郑康琪，两人彼此欣赏，结下百年良缘。颜人美，旧上还有名的名媛，生于显赫的大家族，曾祖严小坊是李鸿章幕僚，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及中国通商银行，并出任首位总裁，还创立上海总商会及众多官司企业，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。颜人美气质出众，瓜子脸大眼睛，身姿窈窕，标准的美人脸，美极了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